人蒋三省、携手艺人黄子佼举办了电视剧《一个屋檐下的原声带》专辑音乐分享签名会，两个人在现场演唱主题曲，跟粉丝们同乐。而电视剧的女主角米可白也亲自到现场送上祝福。这张原声带专辑也拿下亚洲音乐排行榜的第一名，主题曲的旋律非常受到欢迎。遇见你，喜欢你，只想和你在一起。黄子佼和知名音乐人蒋三省特地为合唱的全新电视剧《一个屋檐下的原声带》专辑举办音乐分享签名会，与粉丝们同乐，现场气氛超嗨。带了我妈妈做的饼，然后另外也带了我现在发专辑，我现在是歌手了。电视剧女主角米可白也到场给蒋三省大大的支持，让粉丝们又惊又喜，现场不但能听歌见偶像，还能获得签名专辑。这年头还有这样子的日子还会有几次，还会有几场，还会有几张 CD 会压制成真正的光碟，待会还有签名会，就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神奇。热爱音乐的蒋三省希望透过音乐可以把他对家的理念传达给所有听众，而这个原声带专辑更在亚洲音乐排行榜上拿下第一名。我希望这首给观众感受就是在家的感觉，就是要大家互相关怀关爱，然后才是正确的一个屋檐下。充满幸福感的歌词搭配洗脑旋律，让听众回味无穷，在音乐声中度过了美好夜晚。记者综合报道。